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兔兔兔，猜猜我在哪里呢？哦，嘿嘿，被你们找到了。怎么样，我的车车很棒吧？这是一辆回力车车。嘟，嘿嘿。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个包包啊？公主包，上面镶嵌着宝石，一闪一闪的，带着大蝴蝶结。打开包装，我们看看。漂亮了，闪亮闪亮的包包，嘿嘿，手提包。哇，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吧。嗯，好神秘。嗯，手提包很实用哦，拆完了里面的东西，还可以用它来装小物件，可以把我们的梳妆用品装进里面，很合适哦。哇，里面装的都是糖果，益生菌芒果味软糖，嗯，不仅好吃，还很有营养，很健康，含有益生菌，一二三四五，共有五块呢。接下来这个是米奇的好朋友米老鼠，带着大红蝴蝶结的是女生哦。它里面装着的又是芒果味软糖赠神秘小礼品。什么礼品呀，这么神秘。我们赶快把它打开来看一看。哦，打开了，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拆哦。一张贴纸，唐老鸭、米奇、米妮、黛西，一辆红色的车车，哇，又漂亮又酷。三块软糖，很好吃哦。小车我们拆出来玩一玩。小朋友们喜欢这种颜色吗？嘿，我觉得女生更喜欢粉色。回力车车呀，撞到兔兔兔了，咦，好，他们开过来了。小朋友们把你们的车车也开出来玩吧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